2021年农历新年前夕第一集。恭喜发财，看 Have Fat Joy。当然是超健的地方了。脸部护理。来到了美容院，是在对面。那间美容院就在这边，这一间。巧克力色的这一间，有一个白色招牌的，就是这间。脸上很多痘痘粉刺，千万不要自己用手去乱挤，手上有多少微小细菌我们是看不到的，整个过程需要注意卫生，不建议在家自尝试。在家里第一，卫生条件达不到，第二呢，操作不规范，容易伤害到毛孔角周，引起毛孔更加的粗大，甚至会破坏毛孔周围。所以啊，我们还是把这活交给受过专业训练的美容师吧。美容师正在把我脸上的痘痘与粉刺通通给清理掉。下来，美容师会先帮我先做一个皮肤诊断，接着深层洁面，根据不同人的皮肤选择不同的产品。洁面也是皮肤管理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哦。然后呢，下一个步骤会帮我们的皮肤做个软化角质，可以吸附毛孔里多余的油脂，使毛孔变得更通畅，让日常保养品更好的吸收。这是淋巴疏通按摩，功效排毒养颜，疏通经络，缓解过度疲劳，抗老提拉，瘦小脸，淋巴阻塞会出现皮肤暗沉，闭口粉刺增多，还会有一些脓包严重的化斑会加深。脸颈部位的淋巴结主要有三个，分别是耳下腺淋巴结、颈部淋巴结以及锁骨淋巴结。通过按摩这几个部位，不仅能让肌肤代谢正常，减少出现红疹和过敏现象，更能改善脸部的浮肿，让脸颈部位线条更明确。位于耳根前方，被称为脸部淋巴的出口，有兴趣的可以亲自过来体验。眼部拔筋护理，在这个护理时候，我会不知不觉地睡着了，真的是非常舒服。除了舒服之外，最重要的是帮助解决眼周的问题，比如黑圆圈、眼袋、眼镜下垂、细纹等都可以改善得到。这有点小刺激的可以消炎杀菌，帮助伤口愈合，避免伤口痘痘蔓延到周围，隆鼻感染镇静，有效治疗粉刺和痘痘。清洁过程完成后，美容师会选择一款最适合我的补水面膜。镇定消炎叠加红光照射10分钟，这里没拍满10分钟，可以淡化痘疤，胶原蛋白再生，更好促进面膜的吸收。洗脸好后还有下午茶喝，美容师了解你的问题性皮肤，帮你从基底改善问题，你只管好好享受美容师们负责办帮你变美。注：不强制消费和推销。重点来了，大家一定会问，那么棒的服务收费是怎样，对吗？农历新年脸部护理优惠价 RM69， 而外加 RM11 就可享用眼部拔筋护理哦。
联系方式脸书陪诊，也可以联系美容师的脸书，除了洗脸还有其他服务，也没忘了给大家某福利，使用 promo code CHILY7877 有特别优惠哟、哦。